好，五月天的粉丝看过来这个好消息，这五月天 3D 演唱会电影定名为3DNA 追梦，好，耗资砸了2.2亿的台币哦，为这个出道12年的亚洲天团再创新的里程碑。好，这回阿信哦在香港演唱会庆功宴上头笑说没有看过 3D 肉蒲团啦，因为石头说 3D 没有看头， 36D 才要看。好，他表演呢就是最喜欢近距离的接触嘛，常常被歌迷啦熊抱啦偷袭重要部位耶。阿信呢还开玩笑的说 3D 真的很立体，在戏院可以任你摸了。